我们正经事，你说你的吗？你就这么走了？不是跟你讲过吗？第二批，第一批还没走呢。 又不是西游府，那我们呢？我们算什么呢？孩子们大，现在我们在一起，只要有一天轮船一来把你装走了，就谁也看不见谁了。 批华工的安家费啊，就这点安家费啊，实在太少了呀。他们也太可怜了，弹药有口饭吃啊，谁愿意千里迢迢去做华工啊？你要明白，你们中国人的命，每一条只有20块钱。事情是事情，人情是人情，中国人的命不值钱，20块钱论条卖，似乎是太便宜了。我们中国有句俗话，就是善有善报。 明天早上开行，华工统统准时上船，这个责任你要负起来，你明白吗？我负责，当然我负责。开行以前全部上船。OK。
钱还要你办呢，是，我会收拾他们的。哎，总，他们在搬人呢，满街在找关江潮啊！皮爷，姓关的那个家伙恐怕要来啊，我怕这边搞僵了，不能够跟皮爷交代啊。嗯，什么？要人家费啊？给他们嘛。 穷人身上带了几块钱呢，都怕走夜路，怕人家打闷棍呢，懂吗？钱马上送去了。刁总办，快叫人家来拿嘛！总会长说，他说不要难为人家，挺可怜的。这些人呢，有几个钱就不敢走夜路，怕人家打闷棍。 需要的眼镜的东西还不退下去？哎，诸位诸位诸位，哎，对不起啊，哎，关老弟怎么样啊？啊，刁总办，哎，长话短说，你是明白，大家离乡背井就是为了养家活，不发安家费，我们华工实在没有办法上船。啊，是啊，是啊，不发安家费，哎，这什么不发安家费？哎，谁说的？你们说的，真是天。
什么？啊，这不是安家费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不是安家费，这是什么？这真是胡闹，船都生火了，人家准备开船，我这边发钱，你们就打起来了，真是胡闹，真是胡闹。哎，谁负责领的？啊，我们自己领，自己领，那不成吗？这是庄票，大家都开在一起的。今天是礼拜六，明天是礼拜天，后天，哎，这是后天才能领到。后天为什么要后天？后天后天我们不要。今天晚上我们要上船，后天后天天知道你们给不给？领不到安家费，我们今天不上船了。对，领不到安家费，我们不上船了。领不到安家费，我们今天不上船了。对，不上船了。你们没用过庄票，听说过庄票吧？啊，庄票还会有假的吗？啊，庄票还会有假的吗？哎呀，哎，这招募站要能印庄票，就不必办招募站了。那就专门印庄票就好了，啊！哎，诸位，哎，你们不上船跟谁为难呢？跟自己为难呢？啊，误了船期，苦了你们，关招募站什么事啊？可是我们华工上了船，可是我们没有安家费怎么办？哎，别华工华工的，这是出洋啊，出了洋遍地都是金子，这是发财的事情呢。哎，诸位，你们说对吧？哎，对，我看你这么办吧。哎，好，就这么办吧。哎，哎，船呢？哎，第一批的，先上先走。这庄票呢，大伙儿举出一个人来发给家眷就是了吗？刁总办说的对，误了船期倒霉的是咱们呐。哎，各位老哥们儿，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对。哎，大家赶紧关江潮，好不好？就交给你好了。为了大家，江潮，我们就放心了。举你准了。关老弟，你这是众望所归呀、啊！哎，这18000大洋你就领着吧。我，哎，你就领了吧，领了吧，领了吧。江潮，哎，江潮，领了吧，领下我们就放心了。江潮，交给你了。刁总办，别见笑，不瞒你说，我也没有碰过庄票。既然乡亲们委了我，我就接下来。啊，不过，丑话说在前面，这庄票是几百户人家的活命钱，万一有了差错，也许一块大洋就能逼出一条人命来。哎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！哎，老弟，他们上船，一切由我。刁总办，千金一诺。有你了，哎，有我，有我，有我！各位乡亲，哎，既然刁总办这么说了，那就由我了。好，各位赶快收拾收拾，上船了，船期要紧呢。好了，哎呀，老弟，你真行，你可不能让我为难呐。嘿，这是什么话？什么话？赶快招呼他们上船吧。阿灿，马上招呼各位上船。关江潮那小子不好对付了，怎么？他拐弯抹角的说了一句话。说什么？一块大洋也许能逼出一条人命来。哦，难怪老板说要见见他，还想把他买下来。很难呢。难什么？哼，有钱还怕买不下一个华工来？皮爷。不是我扫您的兴，这潮州人实在是不好忍了。哦，天底下还会有这种人？哎，那你就照老板的意思做吧。哎，是是。
救命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别怕，打跑了，别怕。来来，起来起来。哎呦，起来！起来，我不敢回去。来来，我不敢回去啊！哎呀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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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谁指使你们的？我们认错人了，是吗？是，我们认错人了。你们没有认错，安家费不在我身上。啊，是官爷，是先生，您谢谢。你们认错了人，就更该死。啊，我没认错人，你是官爷，简直是下流。哎，下流，我们是下流啊，下流，滚啊，滚滚滚滚啊，滚，站住，爬着走。爬爬爬爬爬爬爬呀！17650。哎，这账怎么老斗不拢啊？我们究竟不是干这个的。不不，一定要清楚把账对出来。嗯，要不明天发安家费，有一点差错都不好。哎，对，是。来，我看看。蔡阿胡。10块，十块，十块，哎，十块。蓝天石，哎，十一块，十一块，十一块。王大雄，15块，十五天，12块。对呀，瞧你这么二块，还气急败坏，碰到人家孩子怎么办呢？快点，快点，妈妈叫你呢。13块，贵仔，王十三块，快去吧，快。少夫，吃面，吃面了。账对啊，全都对好了，好了。谢谢谢谢，妈，我有一份吧。馋的，哎，吃你的。是我煮的。姚叔叔，你把钱弄哪儿去了？我去看一看。说呀，钱哪儿去了？什么事啊？贵家把钱给丢了。几个铜板，下午太早就在嘀咕呢。哎，有钱男子汉，没钱的汉子难。哪儿去了？真是的，闭着眼睛。这孩子也真可怜，哎，倒霉，真是倒霉到家了。老蔡，算了，明天中午以前就可以拿到安家费。哎，蔡嫂，劝劝他，劝劝。明天的财钱。劝劝他，劝劝他，去劝劝他。他平常是最喜欢孩子的。哎，钱真好。好，好。好热的天啊！哎，阿全叔，今天讨到了安家费，咱们来个古老肉好不好？你除了吃跟喝以外，你还会什么？吹打架？哎，对，一点都不错。哎。今儿个咱们跟杨机关打交道，可别像家蚁夺活猴似的丢人现眼。你以前救命爷，他们想抢爷。你们刁总办在吗？没到。你们总办约我来收安家费的。哦，等我在哪？嗯。王胜，啊，我们是来讨安家费的，不是来吵架的。不许，哎，不许闹。嗯。哎，
哎，经理。哦。是，哎，隔壁，隔壁，隔壁，谁是关江潮？是我。来，装票带来了吗？是是。盖章干什么？外边等着去。你挂上。喂，华工招募站。是。总办，哎，是是，哎，他们来了，啊，来了，啊，来了就好，哎，我怎么吩咐你们的，你们就怎么做，哎，皮爷，哎，怎么，那边都照着您的意思在办呢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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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声，忍耐一下，忍耐一下，你看马上就好了。你不喝成不成吗？嗯，光说。好了好了。嗯。下班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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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班了啊！下班了，哎，成茶我是不喝了，可是时间也到了。哎，先生，您别走，先生，帮帮忙，帮帮忙，先生，帮帮忙吧。布里哈木，什么玩意儿？穷人是人不死债不烂，是我会去找他的。是干什么？你就在这儿等啊？皮爷，这个就是等你也不能在这儿等啊。皮爷，好在庄票已经回到我们的手里，就麻烦您把庄票交给东家，替小的美言几句，事后我去应付。人家说的明白，人不死债不烂，你倒说说看，你怎么个应付法？调动人马不过是一拼嘛，剩下来的事就只有请皮爷做主了。
跟穷人赌狠，穷人怕穷，不怕狠。哦，哎，皮爷，您看这个，不要等他，等他就夜长梦多。下个帖子把他请来吧。哦，哎，谢谢皮爷，谢谢皮爷。打铁趁热，去啊！是是。哎呦，还是在美人楼呢。江超，我看宴无好宴，会无好会。没那事儿，我就不相信美人楼他们设下刀山油锅。他们请的是你，又是请我，哼！哎呦，我呦，这孩子，你当然愿意去了，又有好酒，又有女人。干什么？阿姨，他们既然是存心用计骗你去，江超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去。要去，伯母。计当然是计，刀山油锅谈不上。卖命的打手多的是。对，还是小心为上。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说安家费在阎王殿判官手里，我们也得去拿不是？好，我们陪你去。哎，好。贵仔妹仔，一会儿我带你们到美人楼去玩，好不好？那不用他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好，伯母，我们走了。小心一点啊。好。我也是。你休息会儿吧，少爷。我们不是靠着人动，我们讲的是理。哎，楼吧，是啊。哦，原来是官爷，刁总办已经候驾多时了。三位请，在里边请。哎呀，楼，哎，你忘了呀？啊，这边。哎，楼上请。啊，哎，谢谢刁总官，谢谢赏官，赏官，哎，请请请，哎。哎，这边请，请，请，请。哎，大爷们来了，大爷来了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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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爷，你有的喝一杯茶。不不不，我忙了。啊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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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好，哎，坐坐坐坐。坐呀。来，坐坐。好好好，哎，真是真是。来来来。今天我请各位来，是为了昨天一点小误会。俗话说不打不相识啊。来，我先敬各位一杯酒。来，好，那我先干为敬啊。来，谢谢总办。酒，您敬得出来，我就喝得下去。是是是。不过话不能不先说，喝了再说，喝了再说啊！你看人家刁爷都干了，你也干了吗？干了吗？我可要惯了。刁总吧，哎，您谈到的误会，我们华工和你们招募站绝对没有误会。哎，是是是是，不但没有误会，而且可以说你们招募站是我们华工的恩人。年头不好，日子难过，你们把我们送出洋去，做工也好，猪仔也好，总是一条活路，赚个肚子。所以说谈不到误会。对对，谈不到误会，谈不到误会。哎，吃菜，大家吃点菜吧啊，吃点菜。昨天如果我们有不是的地方，总办，礼由我陪，酒由我敬啊。这一瓶啊，我干了。不，钱啊，总办，请您多发慈悲，万万少不得。
我知道大家的苦，这我知道大家的苦啊，三餐不济的苦日子，这我知道，我知道啊。不，总办，我们苦是谁瞒不了。不过我们要的钱可不是为了苦啊。是。别说三餐不济，就是六餐不济，我们断断也不会要你们的施舍。潮州人没有钱，喝海水都可以挺一气。对，今天我们要的是合约的钱，卖身的钱，你们应当给的钱。总办，对吗？对，佩服佩服，合理啊。我们到里边谈好吗？请吧。全数吗？全数，18000。一万。一万怎么算？算你的。算我的？东家说你先留着用，这件事太辛苦你了。我？你们也太瞧不起我关某人了。正因为瞧得起我们东家，才要交你这个朋友。高攀不上。嗯，大家这样下去是要见个高低，分个上下喽。我只是为华工请命。总办，你当初有过千金之诺，我才把这单子挑起来。哎呀，人呐，要拿得起放得下啊。事不关己，关心则乱哦。我不这么想。那么你要为我们华工弟兄两肋插刀。这笔钱如果招募站不能给呢，那就各行其事吧。关江潮，你这个朋友我交了。谢谢总办。哎，我还老以为你是个假英雄，想不到你还真是一条硬汉子。哎，关老弟，你不嫌弃，咱们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谢谢总办。来，啊，这10000块钱先拿回去，大家分了啊，救个急，还剩下的8000块钱，我马上想办法。谢谢总办，我替所有潮汕华工弟兄们谢总办活命之恩。哎，见外。对了，这是10000整。我们先捡就近的发吧。好啊，赶快回去发吧，还剩下8000，我会亲手交给关老弟的啊。包好了，再会，谢谢。我们先走了。好，那我不送了啊，我跟关老弟还有点题外的话要谈，办完了关老弟马上就回来了啊。小时候你们先走吧。坐吧。我们坐下来谈啊。坐。哎，道长，阿全叔，我活了这么大，就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。我说嘛，人家不会骗我这点钱的。真客气，刚才刁总办说的题外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这还不明白？那姓刁的一脸不正经，再说美人楼有的是美人，那还不……哎，阿菜。你可不能在广生面前胡乱讲，这话万一叫雪芬听到了，她可不是好惹的。哎呀，您要不要来碗热毛巾？老人家，先好好用用。
Thank you.
什么呀，好的，棺材。
现在还有话说，你说给我听听。船到江心，马到悬崖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
回潮州去。回潮州去。是。到时候不要哭，不要叫，捧把海水擦擦脸，抱着孩子直去潮州。不。雪芬，乞讨也好，嫁人也好，要把孩子抚养长大。忘了今天的事，我就是走到哪里都可以放心了。江州，犬叔不能白死，阿蔡两口子有血债，你妈妈跟你哥哥下落不明，大大小小几百口的安家费。雪芬，关江潮一辈子没有担过大事，今天担上了，是我的福气啊。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炉香，我不配称佛，可是我总得给你争这个面子，也不愧你我相识一场。我走了。你一定要去。一定。我不回潮州去。为什么？我跟你去。不。我不累赘你。不。我跟你作伴。不。我爹娘没有了，我哥哥没有了，我乡亲没有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不跟你跟谁，带着我。我管不了那么多。带着我。江潮。雪芬。Thank you.
以上所说，我们也可以说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。忠者，皆成也。孟子说，教人以善谓之忠。忠之大者，忠于国家，忠于民族，忠于事业，忠于良心。庶者，推己及人也。论语说， 其恕乎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所以《礼运·大同篇》说：“故人不独子其子，不独亲其亲。”所以《礼运·大同篇》说：“故人不独子其子，”
不读亲其亲。想想看，那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呢？那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社会呢？相信姓关那小子这么厉害，我来，我来。人命和几百口人的安家费。哦，你没弄错吧，总会长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好好好好好。有没有价钱呢？义气的小伙子，好，佩服不必。你要安家费，我是一毛钱都不少你的，这个好办。你要讨人命啊，我也没这本事把死人弄活呀，是吧？你打死我又怎么样呢？何况人又不是我放倒的，你脱不了关系。我又没说我脱呀。这么办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丧葬、腹血、赔礼、带孝都可以。我有一个条件，是吗？你把我的手下都干掉了，这么大一个码头，这么大一个洋商工会，你不能让我唱独角戏呀？哼，又要收买？礼聘呢？呸！你打不是办法，你就是打得过我，难道说还有三个人你不要了吗？啊，三个？谁？哼，李雪芬跟他妈，还有阿蔡的孤女。啊，他们在我手里，当然我不会让他们孤寡老小受罪，是吗？给我揪出来。如果你能屈就做洋商工会的总办，那我们就是自己人了吗？到时候不是放出来，是请出来。哼，不可能。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情。小伙子，这么办，你回去想想，明儿一早来我等你，生意不成仁义在，我还能把你怎么样吗？好，那你先把那三个人交给我。
大一把年纪了，你还拿我当小孩子？去好好想想，去好好想想。我想过了，哦，怎么样呢？我算是被收买了。李斌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小伙子聪明，有眼光。好，哎，去。昨天措手不及，今天你来的刚刚好。食物的东西，拉起来！哎，站！
站起来！太便宜他了，打！是。我要拿你活祭几个人，先把他关起来。是，走走，预备相案。是。啊，江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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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过来了，江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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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妈的，叫叫叫叫什么？想死啊！江潮，江潮，他妈的，江潮，江潮，去跟他讲话，堵着门洞。我去，妈去。啊。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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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求你帮帮忙，拿点水吧。先生，先生，求求你帮帮忙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已经晕死过去了。啊！小黄，赶快去报告总管。是。什么？昏过去了？是。哼，我不会这么便宜他。去，把他弄醒。是。徐凯，把伤口给我扎起来。不，疼啊，那疼呢。徐凯，徐凯，徐凯，扎，扎，徐凯。好。哎呀，啊，扎。扎，帮帮忙，做做好事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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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怎么办呢，江昭？怎么办呢？啊！不是让你追潮州吗？走吧，你赶快走吧！不要管我，快点走吧！西天，我要把你撕成一片一片的，我要叫你死了身子着不了地。
谢谢你的报告，我们已经查出来他是政府要通缉的要犯，把他扣起来。不要动。江城。雪芬，雪芬。江城。哎呀，拿。哎。